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我们大窑镇的这个施工现场。这边的楼面全部是我们这位刘老板打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现在的施工现场。这是他打的这个碎石。这是他打的碎石，我们来看一下。河沙。那铲车正在铲料，这个时候应该要吃饭休息了。这个时候这里正在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打的这个都是一三子，还有附近的二四子，我们来看一下。钻孔的速度，滚筒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我们去楼上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施工现场。说在这里提醒所有的这个工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我们搞这个行业确实非常的辛苦，并且每天在工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地非常的大有1000多个平方，有10多个门面，我们一仔细来看一下。用我们的设备最大的好处就是不会压坏这个爪筋，还有不会压坏线管。来看一下，现在很多的房东老板，如果说你的斗车压坏他的线管，压坏他的爪筋，他会比较的生气。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管道来看一下我们的管道现在打混凝土，我们来看一下管道是比较的长现在正在打混凝土我们来看一下非常的快，他自己还做了一点小改造做了一点小改造。这是我们的汪小姐这已经打了很多了这是汪小姐，可以360度旋转，可以360度旋转。大家看到我们这里搞开发建的房子的地方比较多，所以生意肯定比较好他自己做了这种饮料槽比较好，做了这个小的饮料槽我们这位老板是大窑人大窑。我做这个升降机下去了你们用吧？要用啊，要用啊。那我还是走。